当局，我是狼，我下作人。你们谁上来？我这边提醒。看有人在那边跳地洞，另外一个是妈杀人宣言，这样怎么玩呢、啊？好难，好难玩。穿越是个垃圾。西德加林，我去！我干你娘嘞！哎，他在干嘛？我完了，我真的完了。我看到在货仓，然后去通马桶的时候被下咒，但是我不知道是谁下咒我。我是狼，我下咒你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说，那个鹿啊，它就一直在那个左上那个地洞，但一直跳起来又跳下去，跳起来又跳下去。然后我刚刚想吓一跳，我想说跑出去要去拍桌，然后我看花菊很冷静诶，也看它跳来跳去，但是也没有要拍桌。我想拍，因为那时候我跟家里在插宝石的时候，我是看不到那个地洞，但是我看到那个洞的开关一直上上下下，一直上上下下。我想说，我就走过去看，我就看到那只鹿，然后它又在那边跳，我就想说，它在干嘛？我跟你讲，你们最好不要来回桌，你们谁上来，我就鞭起谁。我是狼。到底是啥小？怎么都发言那么坏啊？看有人在那边跳地洞，另外一个是妈杀人宣言，这样怎么玩啊？还是以后狼都直接诚实，也不会被投出去。干的太奇怪了吧？好难，好难玩哦。我跟你讲，不是狼，可是这把我还没杀人，我等一下可能会杀。你们不要离我太近。我开场之后看到，这是又一个杀人宣言吧？那我这一场铁宝路是好人。啊？为什么？你不要保我啦！因为我那时候不拍桌，我还有想说，因为工程师也可以跳大。没有，我不是工程师。他一定是工程师，不然我倒了。因为花菊在旁边，我怕我这样讲好了，他如果是狼，刚刚的情况剧本应该会是这样，他在那边跳地洞，我走过去，他刀了我，他拍尸体说我是狼，请大家投我出去，他没有刀，所以我没有死。你没发现事情吗？我没死哎、欸。你本来就不会死啊你。不是有暗杀者吗？哦，你是说赌客哦？赌客不一定是好或坏啊。啊，我觉得你是好人啊。啊，我是赌客啊，我就不杀你啊。那个要猜职业啊。对啊，你要不要猜猜看？我可能是。你就是工程师啊，不然我跟你讲，你这么想出去的情况下，就是如果你是狼，你就会杀一个人拍桌说自己是狼，这样子是最快。不会是下面拍的。小丑，我根本就是小丑。小丑不能跳动。干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你跳动好吗？全世界都看到你在那边跳动。你是小丑，你是小丑，你是小丑。是你在货仓，他一看到我他就死了。虽然我在那边浪费了大家这么多时间，不过我跟狼呼吁一下，千万不要砍他。那工程师千万不要砍。我跟你讲，会桌谁敢来？顶死谁？先休息了，不要砍他。来啊，顶死你！我跟你讲，顶死你！阿牛，你是好人吗？阿牛，阿牛好像不是好人呢、欸。阿牛，啊！又怎么了？啊！阿牛是坏人。你要你干啥？哇！没有，我在等灯开啊。这边死三个。你在等灯开？花菊都死了。我跟你讲，花菊太多坏人了吧？这把到底怎样啊？我好烦哦。
没有，哎呦，啊，没有，我踩着尸体，我真离我很远啊。不要等灯修，我再拍就好了。我想要看一下旁边有没有谁。踩着尸体不修灯不拍桌。没有，我刚刚在档案室写任务，然后阿汪跟我一起写任务，然后我旁边还有一个人，我忘记是谁。然后灯关了，然后我原本是在上面放书，然后一走下来他倒了，就这样，我的视野就这样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跟阿汪分开没有多久，然后我现在人在电房里面，然后我脚下有一个尸体。怎么？谁的尸体？我还没有看清楚，我确定有一个东西倒在那里，但是我还没看到颜色，他就拍了。我怀疑那个蛙菊是死在就是左半边，因为我是修灯的时候，我是从左边跳到右边修灯，然后再跳回来。可是我是那边跟蛙菊分开的，我是从左浮空台跳到右浮空台啊。我看着女佣不拍尸体，然后如果档案室没有人，我会投女佣。档案室我记得还有人啊。大哥走过去。没有，我不可能在档案室。我有点忘，我真的忘记是谁。可是你不是走过去吗？这样讲好了，我走过去的时候那边没有任何人。哦。我去的时候门都是关的，我一开门就看到他正在阿汪的尸体上。对吧？反正我就在等灯开嘛，反正我的视野就这样啊。太怪了，太怪了。哇，我只看到，我这把只看到没欠你耶，花菊、阿汪跟齐，没有阿汪，齐德。我这边问一下，你们还觉得我有可能顶死人吗？有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原本在走上会议室，然后我做那个宣言，居然还有一个人敢上来找我，我真的是很害怕，我赶快就跑了。我会想直接投白色，他那个行为太懒，那可能是我下面的那位女侠，我真的差点没吓死。你为什么敢上来？我顶死人了。我投白色，我还没投到哎、欸。还拍一下，我们这边应该要投票吧？要啊，这里不拍就结束了，还有三张。到明天可能。发挥你的用处。我不要。好的。我们还没有投人出去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没错。还有三狼，一定要投。那边吐个十三米幽吗？我觉得为什么？可是他感觉没队友。如果现在有三狼的话。我觉得你踩我很怪，大家都没有聊啊。林中跟你跟微微跟我的安静啊，你三个都来。林中要多聊一点嘛，因为他应该是会比较有。如果你是好人的话，你应该会有很多视野。因为我真的忘记，我就记得都打公司有一个人，你忘记那个人是谁？我不想不起来，然后连阿汪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那我这边，如果你想不起来，我只能投你。我绝对没投他。可是我站在那里，我没有跳地洞，我们也没有跑走，我就站在那里，我想要等灯开，我拍的桌。没有，你根本来不及，我一开门就看着你踩在上面。那你这边为什么没有踩兔狗？因为他在后面来的啊，他跳的那个人应该是从右边走出去，档案室的右边。可是你讲不出来是谁？因为我忘了嘛，那个人没跳出来，只能代表那个人砍了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能保红色，所以不能踩我啊。那你们这边都要投女优了吗？反正我听录的。然后我这边讲一下我的那个杀人的宣言。嗯。我不是说我要在那个会议桌楼梯上面，谁上来我就顶死谁。我那一局开场就直接跑了，结果有一个人直接跟我上来，直接下场，直接往下跑。就是你没给他出刀的机会啊。对啊，你也没死啊。那个情况哪有正常人会上来啊？我都说我在上面杀人了，还有人上来找我。他会不会他是小丑？他是小丑，小丑也会怕被杀吧？对啊，好吧，不会就先出女优吧。女侠，我这边跟你下跪道歉，拜托别理。我不想变女优。应该是这样讲吧？如果我今天我是狼啊，我已经知道他不是狼了嘛，不是吗？我已经知道他不是狼，所以他杀人宣言对我来说根本不用屌他。那我也不会上去杀他吗？因为他的这个杀人宣言就告诉了所有人说他在这里，那我就砍了外面的人，让他一个人挂在这里，不是很好吗？那为什么有人会上去？不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份不要太好的人才会上去吗？我是这样理解啊，就是不然就是上去认队友。女侠，女侠，感谢你劳命。这边小弟谢过，但是这边可能要请你。嗯，再见了。再见了。什么？微微，再见了。很烦呢。你应该觉得我 CD 还没好，我一直想要追着你，然后结果我知道啊。我 CD 好的时候，你刚刚在录音室上面。我去玩楼梯啊。家里的。嗯，谢谢大家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会帮忙证明他的身份。你真的是小丑王哎、欸！啊，他是小丑，小丑啊！啊
啊？小丑哎、欸，哇，好猛哦、喔！哎、欸，结果没有盘对嘞，结果我真的讲到他是小丑、欸，你还要在我面前解释？但我好屌、喔，为什么布丁一开始就死了啊？哎呀，布丁死掉了，对，他说一定要重来吗？我也没技能嘞、欸，这样怎么打？我才放了第一个箱子呢，嗯，哎、欸，灯关了，我去修一下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然后我就死了。好狠哎、欸，你都不怕我上来真的有刀吗？